这脚拉回来，中路中圈的位置，泰达的球圈一个侧敲，很可惜这球。禁区前，这脚转身回来，边线位置。哎，这边的话是富力被绊倒了，这球。禁区前点，好机会啊！转身过来之后，这脚边线位置。转身回来，泰达的球权把线拉了回来，欢迎大家是右上角点一波关注，添加主播的微信号，屏幕上方黄色字体的 GM26868。 现在的话是禁区前点，这脚打门打到了富力的身上，失去了这个打门机会，现在的话这球把球带了回来了，这脚一个直塞球，泰达这边的球权是在中路这边截断了，禁区前点，这脚脚禁区外的这脚打门的话是门将接下来这球杜佳，好险这球。泰达这边的话是一个侧敲给到了惠佳康，哎，这边的话是边线位置一个侧敲，传球失误，现在的话是富力的球权，这一脚哎，现在的话是边线位置，禁区边线，这脚给到禁区后点的位置是富力的头球顶出，一个直塞，泰达这边一脚禁区外的打门，这球打得太高了，直接打出底线了。
门将重新开球，这一脚的话是大力的开到了前场位置，双方拼抢头球，这脚的话是最终这边的话是泰岛球员受伤啊，好像是撞到头部了，看他的表情还挺痛苦的。张驰明这边的话是站了起来，欢迎进入主播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是右上角点一波关注，右上角点一波关注，添加主播的微信号，屏幕上方黄色字体的 GM26868， 黄色字体的 GM26868。禁区前点后点的位置转身，广州富力这脚打出了禁区外，双方拼抢，这边的话是泰达这边偷鸡不成十八米，原本是想要打到对方的，没想到给到对方一个禁区前点啊，这脚打门的，哇，门将是直接这脚跟他对抗，再一脚头球，哇，这球太高了一些，哇，很可惜富力这球。很可惜啊，这球。让我来看一下刚刚的镜头回放。哇，这边的话连主帅都躺下来了，很紧张。这脚中路中圈的位置，打出边线，很可惜这球。好的，欢迎进入主播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是右上角点一波关注，右上角点一波关注，跟主播一起讲球聊球，不要错过主播的精彩赛事。还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屏幕上方黄色字体的 GM26868。现在的话是禁区前点转身回来。这一脚是给到了，打出边线追求。接来球。富力的接外球，这脚是禁区边线，自家禁区边线，这条
边线位置。本场比赛是已经开始了一个小时的。禁区后点，这脚很可惜没有打门机会。中路中圈的位置，这边富力的球权，一个侧敲边线，看来今天是有朋友买了天津啊，怎么会支持天津呢？出盘都开出了主让半一的这个盘口了，虽然说广州富力排名很低，但是的话两队的近况是差不多的，而且的话状态十分低迷，广州富力也是具有主场的优势的，看好是主队不败。今天晚上的话是看好有两个球，买大小球，该不是买了大三吧？大三的可能性不太大。上半场比赛已经是1-0了，下半场比赛的话是天津泰达这边的话是失去了好几次打门的机会。这脚进去后点，哇，这脚队友没能够补射成功，反而是被对方接到了这个球圈。泰达这边的话是已经失去太多次机会了。谢谢关注，欢迎大家来到主播的直播间。中路中圈的位置，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到主播的直播间哦，也欢迎大家是踊跃的在弹幕里面讨论一下对待本场赛事的看法。现在的话是泰达这边的话是有球员是伤到了膝盖这边，好的，这边的话是泰达这边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了36号的张驰明，换上了4号的杨万顺，欢迎大家。好的，现在话是泰达这边的球权，欢迎大家来到主播的直播间。这脚大范围边线位置，泰达进球大0.5，就是看好泰达这边有一个球。本场比赛的话其实看好平局的人会比较多一些，买1-1的人会比较多一些。好的，哇，这边的话两边的话都已经是跑得很累了，
很紧张，很紧张。角球，角球机会，今天好像是买角球的朋友会比较少一些，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没有点关注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没有添加主播微信号朋友们可以加加主播的微信号 GM26868。 泰达有没有机会翻盘的话就看泰达这边争不争气了。泰达上半场比赛是失去了三次的机会，下半场是失去了两次的机会，这种机会的话都是奶奶踢都可以踢进的系列啊。我觉得的话泰达的希望不太大，但是的话还是看好本场比赛是主不败，平局多，平局的希望大一些。这脚大范围禁区边线位置转身出来，天津这边的话是禁区边线，这脚给他禁区后点，富力的头球顶出了禁区外。可是的话富力这边的话是具有主场优势，虽然说富力这边的话是好几名主力是缺席啊。泰达这边的话是没有太大的伤员，除了赵英杰的脚趾受伤之外，赵英杰的话今天也没有出席本场比赛，板凳他也没能坐上，他的话是脚趾受伤了。泰达的话他是太专注于防守了，在赛前的话是还比赛还没有开始之前的话是主帅斯蒂利克的话他说这场比赛最初衷就是要加强防守，组织好防守是关键，然后之后才想进攻。可是的话他刚开始的时候是猛攻，但是的话始终没攻下一个球，最终的话是被富力这边的话是抢得机会夺得先机拿下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球。20分钟进两球有没有希望？我觉得希望不太大，不是主播泼你冷水，真的希望不太大。现在的话泰达这边的进攻的话是有慢慢的变得没有那么强势了，如果你想要泰达赢的话我可以帮你奶一波。边线位置，因为的话直播间也有朋友是买了泰达的大0.5进球，回传给到门将郑月磊。买了1000块，你家里有矿是吧，居然买了1000块，10块钱我都要再考虑一下。接脚边线位置，富力的球权这边是要开始进攻了吗？泰达这边的话现在已经是三人防守，这脚的话是禁区前点的位置回传，禁区边线这脚，哦，后点位置这脚可以打门吗？哎呦呦呦呦呦，哎呦，这球好险，这球门将，还有最后一道防线就是门将。两队的话是在史上的话有13次的交锋，其中的话是富力这边的话占尽上风，7胜2平4负。对，确实是很多人都喜欢跟那个盘口反着买，比较有参考性的话就是世界杯的那场德国对阵韩国那场比赛。
对阵韩国那场比赛把你们弄惨了。世界杯期间的话是很多人都很惨吧，不单指你。平常一些不看球不买球的朋友们是纷纷的加入了你们的斗争当中。这边的话是马蹄江，25号的马蹄江是吃到了一张黄牌，他跟主裁拜托拜托也没有太大用处。圈太大了，紧张的我麦都掉了。边线太大，这边好机会，禁区边线位置一个传球失误，被打出禁区外了，这脚很可惜，这个角度打得不太对。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主播的直播间哦。边线位置，好的，这边的话是泰达做出了换调整。好的，换下了7号的阿奇姆彭。哦，这边的话是想要放弃本场比赛了吗？然后的话是换上了8号的李元一。谢谢大家小心心。是复位这边的禁区边线，禁区后点位置，这脚打出了禁区外，很可惜没有这个机会了。场上吗？场上的话，现在的话是6脚，场上的话现在是6脚。哦，场上比赛已经是播到第75分钟了。欢迎大家来到主播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是右上角点一波关注，右上角点一波关注，添加主播的微信号，屏幕上方黄色字体的 GM26868。我觉得话，现在好想哭哦，我不希望我的明明去当兵。禁区后点，这脚打门，哦，这球很可惜，打中了门柱，第二次补射，哇，漂亮！这边的话是广州富力2-0，这脚补射成功。好的，这边的话是恭喜直播间收礼的朋友们。恭喜直播间收米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是右上角点一波关注。今天的这场比赛真的是太刺激了，太吃鸡了。好的，这边的话是主播推荐的2个球都赢了，哎。第一脚打中门柱，第二脚补射成功，杜佳是错失球门。
场比赛2-0，78分钟，六脚。要哭，希望韩国会有个绝杀球哦，我们这边已经是没有信心播了。哎就最终给出底线，比赛来到第78分钟了。欢迎大家是点一波关注，加一加主播的微信号，屏幕上方黄色字体的 GM26868。现在的话是富力这边换下了李提香，换上了4号的张工。哎呦，要哭了，没有办法，这个主帅在开赛前的话，他说主要打防守，因为的话，天津这边的话本来就是想要一个平局，战意不太大。广州富力这边的话需要一场胜利，来止住这个目前的这个颓势。中路中圈位置，泰金的球权。这一脚还在禁区前的这边是瞎晃悠着，今天主播终于也知道什么叫做食之无味。谢谢关注，现在的话是这脚大范围禁区前点单刀机会，这脚可以打门吗？哦，门将冲出来接下了这球，哇哦，富力这边的话是今天防守的还不错，程月雷这边的话几次惊险神扑。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主播的直播间啊，也欢迎大家是右上角点一波关注，右上角点一波关注，添加主播的微信号，屏幕上方黄色字体的 GM26868， 黄色字体的 GM26868， 更多精彩赛事直播的话是尽在主播的朋友圈，大家的话是可以关注一下主播的微信号。再来一球就好了，现在的话我觉得是大家想要泰达这边有一球，
边线位置。啊，哦，很想哭。哎呀，看来直播间很多朋友都是买了泰达0.5进球啊。这边的话是常少圈受伤，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这个镜头，是这脚的话是，哎呦，惠佳康踩到了对方的这个脚踝。好的，比赛暂停，欢迎大家来到主播的直播间。现在的话是男足那边韩国对日本还是0-0？哦，我很紧张。角球吗？角球的话是目前场上是六角。哦，不标角球了。角球的话好，又要改，好烦哦。你问我就好了。六角，场上的话是六个角球。我现在内心是很难受。富力的球权。哇，禁区这脚很可惜，这球越位了。场上是六个角球，场上的话是六个角球，欢迎大家来到主播的直播间。边线位置，这脚禁区边路，好，禁区前点，好的，这边的话是吃到一张黄牌，高嘉润这边，这一波的话是有点吃力不讨好，这一波。唉，今天的话，距离球门28米左右，你们现在一点都不知道主播内心有多挣扎。这边的话，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任意球啊，富力的任意球。今天的话，角球可谓算是小角了，六角不算大角，七角以上才算大角吧。行，让我们来看一下富力的这个任意球，我觉得富力这个任意球不会进。好的，这脚的话是直接打到了泰达这边的全身上弹出。现在的话是最后几分钟了，留给泰达的机会是
不多了，不知道泰达这边的话是能不能抓住最后的这几分钟进一个球，给直播间的朋友们是带来一个希望。鲁能那边居然3-3平了，这脚进去后点位置，哎，没能够补射成功，球。好的，这边的话是两队都平平的换人了，看来富力这边要留力了，换下了雷纳迪尼奥。欢迎大家来到主播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是右上角点一波关注，进去后点头球顶出禁区，哎，仍然有机会，这脚的话是，哦，直接被广州富力带出了禁区外了，很可惜这球。我现在内心很难受。好的，下半场补时3分钟，下半场比赛补时3分钟。这边的话，现在是七个角球，短角，边线位置。边线位置，这脚禁区外的远射打偏了这球。欢迎大家来到主播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是右上角点一波关注，右上角点一波关注，添加主播的微信号，屏幕上方黄色字体的 GM268688。也欢迎大家的话是跟主播一起讲球聊球，不要错过主播的精彩赛事。这边的话是门将重新开球，这一脚的话是大力的给到了前场的位置，留给两队的时间都不多了。边线，嗯，对，等一下会直播一场德甲的比赛，你怎么知道的？这叫边路位置。
公路中圈，哎呀，觉得没有球了，不是坑大家的，我觉得下半场比赛补时三分钟没有球了。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主播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是点一波关注，点一波关注，添加主播的微信号，屏幕上方黄色字体的 GM2686。盘的话是亚盘开出了主让一半吧，好像是主让一半，哎，忘了，现在内心很紧张。